快的。对。你知道附近有没有警察吗？警察有拦到。不用跟我解释了。哦。我今天要来人生中第一次又漂又染，这是我的设计师 Lin。Hello， 他的 Instagram 我放在这里。然后刚开始是我室友 Gloria， 她跟我推荐说，她之前是给台湾的设计师染跟剪，然后她就说她人很好，然后叫 Lin。那我刚开始我就只是 OK， 先把它 noted。然后大概隔了几个月吧，我在上班的时候就突然有一个客人进来，然后他来的时候，他就是染了一头很浅的一个，就是染的一个很浅的头发，然后我就觉得哇，好好看。然后重点是他发质没有很差很差，一般我在路上看到头发染很浅的人，他发质就会很差。反正我觉得他就是 CP 值上看起来非常好，真的是一个很 random 的人哦，完全不认识的一个陌生人。然后我就问他说他是在哪里弄，然后给谁弄。他说就是也是一个台湾女生，然后叫 Lin。 然后我就想说我三个人，对，就同一个人。然后我就哇，温哥华这么大，然后有这么多个发廊，这么多个设计师，竟然就被我看到同一个人，而且他的结果是我觉得很好看的。这辈子都还没有漂过我的头发。那我先解释一下，因为好，我现在是没有层次的，又要有渐层，又要有那种从深到浅的感觉。基本没有层次的话，没有头发都会有飘动。你没有层次的话，基本上一块就是在这，会不好看。可是因为我们天雅小姐她不想要剪太多，她会有恐惧感。对，基本上其实我不会剪太多，我只会剪一点点顶部上的层次而已。这边比较短，可是不会太多。好，你说的我相信你。然后下面长度我也不动，顶多修掉一些比较干的痕，应该看不出来的。对，一点点啦，对，不会太多，所以不用担心。我能接受的就是这么多，应该差不多而已。大姐好了，大姐没有。我自从来这个故事我要讲一下，因为我小时候我妈妈就是我想要留长头发，但是我妈嫌麻烦。所以他就都给我剪这么短，就是这么短西瓜头。哦，我想说像我这样，我真的不行。那个西瓜，我就是小时候吧。对，但是因为我小时候就是很想穿裙子啊什么，然后就想要当公主。对，但我妈就是一个很懒的人，然后她又很忙，所以她就没空。对，她就没有让我留长，或者是甚至是短，一般短都没了。不要到西瓜皮那种都好。对啊，她就是帮你留。可以自己用自己打理的，我可以自己洗头吹头之后，我就一直让它留，所以我的头发从来没有短过，习惯了吧？等哪一天你又剪短，你会觉得天哪，为什么当初我不会剪短的，我立誓不剪短，我要当长发，然后一头白发的阿妈。不剪的话，我可能就是这一撮人吧，但是就走出来。好浪漫哦！如果是男生的话，那就是太靠附近，太羞了。你知道附近有没有警察吗？警察？对啊。什么意思啊？因为我想偷走你的心。我想偷走你的心。你有兄弟姐妹吗？有，最小好像有四个小孩。那上面都是哥，我猜两个姐姐一个哥哥，对，是不是？是算命的吗？我刚刚本来要甩发，但是没有办法。对，要甩，我就讲发。然后我建议偏紫的关系是因为有染到，不用跟我解释了。哦，就是你想要特殊色好看，又不想褪紫，就偏偏绿，基本上都是要颜色要到8-9度以上。对，所以我说我建议偏紫色。对，还是我拿个色卡给你看。不用，那我去。他超认真，一天到晚跟我解释，好紧张。
刚点的外送，因为我今天会住在这一整天。哇，看起来好棒哦！刚刚就是把它 洗掉，然后上了护发，等一下要上色。目前是这个感觉。天哪，哎，我第一次漂头发，真的就是会变发质，会变差。但我觉得这样已经蛮好。你猜得到我是想要什么颜色吗？最喜欢染什么颜色？对，他们就喜欢那种带黄的头发，就是我刚刚那个头发。对，然后可能再没有这么的 yellow 吧，就是再冷一点点。哦，珍珠黄。那他们是喜欢染枕头吗？还是就跟我一样渐层？挑染。来染的。一点点吧。我看得到。我怕你记录太少。它不就越来越浅？对。对啊，你先稍微蠢一下就好。调什么颜色嘛？今天可能还看不出来，才第一天。它之后下面会越来越浅。我其实是漂灰色，然后我七月的时候可能会就是再大工程一次，再变更浅。我想要慢慢享受一下，就是染发的那个过程，它有时候会褪色，然后变什么颜色，之后再越来越浅。过几天再跟你们 update 它变什么颜色了。